个人 boss 先打着吧，火龙我去击杀一下，这个转身五级就可以击杀这个东西了。然后有30分钟，精彩活动就看有惊喜。好的，自动战斗，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技能。有人告诉我，这个魔法盾和火墙他们都不需要放的，但就是我可以在这儿放一个这个火墙，然后在这儿放一个这个魔法盾，火墙还是放一个吧，火墙放一个这个，这个是抗拒光环，抗拒光环是很有用的。 BOSS 积分点下，活动必须做，不做的话官职上不去。这里再来一个这个冰咆哮，冰咆哮已经有了，地雷雷光，然后它不会自动释放啊，好奇怪。我看一下，自动释放你都不会吗？大哥，你 BOSS 击杀一下。魔法盾不用放，火要放，是的，打 BOSS 的时候不需要的。这是你看，这里已经设置了地狱雷光是自动释放，地狱雷光打这个是不启用的，需要雷电术，哦，这个可以激活一下，被打100级和气软。大哥，花冤枉钱花的太多了，是的，所以就是需要你来教导一下我。我靠，火龙，这火龙打不了，这火龙做不了啊，太惨了。能右边有自动释放关了呀。特权 BOSS 积分，哦，可以来了，哇，好多 BOSS 积分，我的天！到这个苍龙了 ，OK， 这只能升到这儿。变异精英，那特权 BOSS 是都被我打了，VIP 专属也没有了。玩战士吧，我玩不了了。这些，这两个应该没有必要打了，这个都打过的。野外 BOSS， 我看一下哪些可以击杀。幻境通缉，我找一下可以击杀的 BOSS， 可以去看一下。当前地图无法传送，那先退出一下。这个是花了副本消耗的那个东西进来的，结果直接被那个人打死了。精彩活动啊！感谢提醒，我现在先要找一个 boss 打着，不然心里不踏实。跳到这边来了，然后我们去虎跃神殿的2层，一万战第一吗？是的，我要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哦，我真的好牛！看野外 boss， 我要打下这个赤狐。这几个 boss 其实都可以打下，对。哎，深渊在这儿，来打一下，组一个队，邀请下这个玩家。附近的玩家，附近的队伍有一个白鸽，但他是中一堂的。这个是8L凌渊。那这个人呢？凌渊，你人呢？没见着呀！你不让我进，稍等一下。当然，就是因为工会其实已经满了。哇，工会104个人，这工会是没有上限的吗？80级，差不多。妄图是第一法师了，哈哈。BOSS 脚底下放火，我看我这点了一下，这样的话是放了，已经在放了。你看这里已经有火了。好，现在是我了，好，看一下排行榜。好，我们是99级，哇，他是97级。好的，战力看一下，只高他们400、500。然后战士他是第一，我是法师第一，啊，不好意思，和我撞在一起了。然后翅膀我是第一，天尊是什么？天尊是工会吗？大家排行榜组队啊，不然我没有奖励。这组队我开了，其实别人可以进来的。卫上榜，道士啊，就是道士，怪不得。然后翅膀我们是第一名，翅膀是5阶，神装看不到，卫上榜洗练没有，魂师没有，啊，魂师是，哇，魂师是900的积分，比他们好厉害好多啊，哇。然后这个旁边其实可以。就是旁边如果有队伍的话，你就推一下这个队伍，然后我就邀你进来。我们这个队伍还没有满，哇，这个好爽！我感谢这个直播是有延迟的。然后我看一下精彩活动啊，领取又可以领取，消费满这个啊，我只领取了这么几次吗？有点奇怪哦。这个寻宝，哇哇，寻宝500次，给了50个啊，这是给50个，然后寻宝1000次，给100个，哇，寻宝2000次，给一个什么？给一个神装任选，转十的神装，然后5000次是一个王者首饰，随机获得一件王者首饰，要不要？就转十二装备任选一件王者神甲，哇，寻14000次，寻20000次可以得到一个王者神剑。晚上我不会上头搞这个吧？我应该不会。然后这个是什么？只要充值就给，对吧？就是只要充值就给。我晚上可以考虑再充一点。然后这个在线6小时、8小时可以给的。然后猛如过江还没完，对，已经充了5000多了。我还是要留些钱。活动是3天的。好的，我看一下。哦，这是3天的。三天冲击8000次，我觉得是有希望的。5000次肯定应该能到吧？我现在冲多少次？现在也不知道我抽多少次了。这里应该是抽了3200次，对吧？抽了3200次。我看一下，抽一次给1积分。哎，果然我抽到了3200积分，获得一个真魂道具，单抽都出奇迹了。好的，先这样，然后继续精彩活动。继续抽。这里主宰券我看一下，这个自动转动，同意我进宗门。这个问一下大家，我们工会人数上限是多少？我得要清楚一下啊。3人充够了，积分用的等下没了，积分不会没的。同意我进宗门，你们其他这个人可以帮一下抽。哇，给这个抽好快，给一个内功卷轴，还有250次免费要用。OK， 好了，250次我一会儿用。先把这抽完，聚宝盆我看一下，聚宝盆是2天之内的啊，这个我已经抽完就没有了。开服红包，
这也抢完了，真的是。对，二百五六免费寻宝，先等一下，我看下主宰券，主宰券就是消耗给这个主宰券。其实我今天还可以再充点元宝，充点元宝，我看一下，让它自动转，充88块钱，得到一张复古奖券，我还可以抽八个，因为我这个主宰奖券比复古奖券多了八个。寻宝积分是今天的，故今天就清零了。What？ 寻宝积分，你看当天清零这个寻宝次数，当天过零点清除寻宝次数，你说寻宝积分清零的，这个真的是有毒，你看。他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写的是积分会清零，看每次寻宝获得一点积分，然后消耗这个，这肯定不会清零的。我们以前玩的游戏都是这种积分不可能清零的，次数会清零，次数啊直接抽吧。你们一直在这说，我们抽了50次，给了一个50生肖带，好再抽50次，好最后给个王者吧，差一点，好继续。哎，特戒为什么一直在闪？哦，这个可以激活了，激活一个特戒，好激活一个特戒。啊，还差一点，这个是积压5级囚犯就可以得到，这很简单的。然后这个活动，这个神界啊还没有激活，这个宝藏我看一下，宝藏它这里哦，寻宝图还有117个，那直接抽了，获得一个真魂戒指，再来一个，好的，先这样子。然后精彩活动我再看一下，猛龙过江继续抽，我想一下，应该已经充了累充5000块钱了，可以升到100了，差不多把这些东西抽抽完，然后分解一下就能升到100。好的，这个是太满，我先回收一下。宝藏仓库，然后一键回收建单，哦，100级了，100级还要多30%，一键回收装备，这个一键回收装备，然后法师100级，法师80级的为什么不能吃？好奇怪。好的，好继续，我先把这个王者装备穿一下。宗主想进我宗门，可以的，欢迎，只要有2000的那个战力就可以的，其他宗主会处理的，其他长老副宗主会处理的。我们想想，我的王者装备在这儿 ，OK， 来整理一下，我的王者装备在这儿，装备一下。然后强化加八，王者装备哦是在这儿加八，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助灵？100级好像有个新技能，这个应该可以助灵，我觉得这个肯定可以助灵的。不过以后如果有更厉害的，比如说有2件3件，把它合成更厉害的装备，然后我们再取消这个助灵，我记得是可以这样子的。好，战斗力加一，消耗那么多灵力呢？这个不划算，这个是加9灵力的，哇，这个王者的好厉害。然后这个加一下灵力，哦，其他 boss 给了好多几千的这个积分。啊，这个应该平均升的，我这个五行魂珠加一点，对吧？每个加一，不灵是可以继承 ，OK， 可以继承就太好了。到3，是的，我没有弄好，应该平均升的。这个后面伤害太多，但没有关系。这个拥有的灵力63，这灵力其实也好弄，我们再等等，明天肯定就有了。这里我没有弄清楚，内功卷轴给了好多内功的卷轴，我们在这儿就啊，这个黑虎王好困难啊！我看一下，他打的是黑虎王吗？不是吧？打的是赤虎王，不打黑虎王。然后这个是猪王和火龙，再打一下。好的，到时候去打一下这两个东西。我这个 boss 要不要继续打呀？继续打吧，都打了一些了，我不忍心不打了。然后继续猛龙过江，好吧，自动转动。我在想今天要不要充个1000块钱，再充个1000块钱又有一些券了，对吧？又有一些券，可以出一个新手教学视频了。不会，我只会氪金，不会出新手教学。新手教学我其实已经说了，就是买那个基金和那三个月卡，那个328的那个月卡，那个、是永久的，其实挺好的。再充，要省钱的。称号也可以继续激活。称号我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别上头妄图，是的，我就是要一定是要玩两个月的，就是和大家说的很直白的，就是要玩两个月。我等一等，再看一看啊。OK， 户外不强化吗？户外要强化的，我先喝点水，点自己头像，把这个先抽完，还有6次。晚上7点看看有什么活动再充。今天晚上应该没什么活动，那就不用这么急充。现在最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月中活动已经过了，就是在公告那里有一个月中的活动。我放技能呀，对他这个为什么放技能？我有点晕，大哥你倒是放技能呀！我这个人还会回血，这是平移流法师，我操，这个技能有毒，这是自动释放，对吧？这个不要放了，这个先不要放。魔法盾我手动操作就行。冰咆哮，雷光不好用，哦，那就不要雷光，要雷电术。好，现在开始了，哇，这个雷电术开始了，单杀用雷电、闪电，雷光换雷电。好的，现在是雷电，开始不断的用了。我看这个雷电是只能攻击人吗？正好我看到了，我马上看。雷电只能啊，雷电可以的，谁都可以。雷光的是，对玩家无效。我也不知道他刚才为什么不放雷光。魔法盾要自动好的，主要是他刚不放技能，我就怪了，太奇怪了。我想现在也在放了。然后内功，魔法盾自动开的，手动过去。OK， 好的，清楚了。好，升到了70级的内功。然后第一法师，哇，是有这个第一法师的称号，已经佩戴上了。物理免伤，我魔法减伤1，称号已经 OK 了，已经获得7个称号，这7个称号加在一起，称号总属性看一下，
还是加了不错的属性，看一眼100级的技能，哇，有100级的技能了。好的好的，一会儿弄一下。哇，那么多，这个技能就是这个称号就是要越来越多。技能我看一下，技能100级的技能应该是这个，对不对？哇，这个可以激活了。当前未达100级或者转身等级未达7级，我们这转身等级还不够。这转身等级我看一下，这转身等级没有办法了，现在差了100万只差了100万，这个100万不行，兑换后可以获得这个，但是兑换后这个等级就下来了，我们现在就是100级，兑换以后就兑换78万的修为，但是等级就下来了，我们就等明天兑换，刚好不刚好，兑换两次的，兑换一次还不够，我到时候就99级了，这个感觉不太好。明天吧，明天我们只要随便花个100块钱啊，不用花100钱，我们就背包里那个单就 OK 了，随便升一下级，这个好不容易才升到100级的，对不对？ BOSS 护符，现在打哇，现在打这个快多了，来把成就领取一下，然后把勋章领下。这个勋章的意思就是说你成就多了，然后勋章自然积分就多了，然后就可以升级，还差一点点就变成4项勋章了，不用等级升。对，同意一下，先不管。这里，老大，工会捐献怎么得的？就我这里，你们私聊我没有用，因为我这里都回复不过来，然后到时候我再回复一下微信和 QQ 消息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护符，我看一下，这里赤狐王，先买高级的高级的我都吃完了，高级低级、高级中级全都弄完了，半个月就得换游戏。不，这个游戏我们要多玩一久，好不容易打算，因为我现在资金紧张，我要多做一点视频，做的时间长一些，这样才能回本。然后我们想想，打完这个 BOSS 是不是 OK 了？我们这里一键镶嵌一下这宝石，加了100。看到红点就可以点 ，OK。现在也清楚这个红点怎么点了，精彩活动还可以再点。来，猛龙过江，最后几下，最后3下，弹幕个个都是传奇10年老玩家，是的，听上去就是不容置疑的口吻，然后命令我怎么样？哎，寻宝图有10个，在视频怎么什么时候出？明天回珠子片，我们明天早上应该就能看到，我们到时候就不分批了啊。寻宝图又是10个，啊，聚宝盆为什么就没了？可惜。然后看一下这里，整理一下背包，然后把能吃的吃一下。你看我这个转心丹，还有这个魂珠可以用了，魂珠羽毛 ，BOSS 金魂可以了，内功又加一些，别的其实铸灵的话，真的想再铸一下这个灵，铸灵，啊，现在只有70也铸一下吧，加一，聚宝盆每天一次，不是每两天一次，不够了，加了几个战斗力，这个一个战斗力都那么难 ，BOSS 积分又可以升级了，是的，内功又可以升级了，应该就只能升一级。哇，两级，哇，40%的内功提升，全民 BOSS 不打了吗？全民 BOSS 哦，终于杀死了，这个是2000的积分。活动看一下，活动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是在土城呀，退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要了解一下的，这个活动我们都做，这个现在是刚好，哎呀，还差10分钟，这个不是还差7分钟开始。这个今天晚上的活动看一下双倍经验，到时候就杀这个怪物，我们到时候找厉害的人组队杀一下这个怪物，强化装备 OK， 到时候再强化，可以强化的夺宝骑兵饕餮。今天晚上其实六道轮回没什么了，六道轮回白天也有的，白天10点也有，然后下午2点也有，其实六道轮回我晚上我就不做了，然后晚上我再上来打下这个经验，一会儿我差不多就要下了，我们把这个劫富济贫打完，然后我们就考虑要不要7点再上这个夺宝骑兵，到时候我下来自己做，我也先研究一下充多少，我看一下这儿能看到我充多少了吗？已经充了7060块钱。哇，那今天是要不要充1万？今天要不要再充3000块钱？一个是变成 VIP 8，另外就是，这等下我退出看一下啊，我退出看一下这个公告，因为它有单日充1万的，这些都不是那个好的活动，单笔充值10000，单笔充值3000，这个月中活动都没有，这个是大六月11号，这个活动没有，就很坑爹。然后另外更新公告没什么，然后这个是充值。开服3天内达到啊，这个达到5000，这个我们肯定已经有了。王者首饰随机礼包，这个我可以要一下这个客服。然后长期有效啊，这是长期有效的，那没有了。今天不用充1万，对，今天不用充1万。如果是这个月中活动就 OK 了，这个是单笔充多少，然后到时候充一个1万的。下次如果遇到这种活动，我们可能省2天钱，然后找一天，然后充10000块钱，到时候会很爽。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是累计充值到6800，这个的话是80级以上玩家每天都可以领这个东西 ，OK。反正这个月中活动没有，我们就不充了。我觉得法师其实到时候现在还没有看出威力来，等到开服第4天我们攻杀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们就是一个纯粹的老板，到了那天然后殴打二狗子，直接找客服拿呀，这个下来再找了，然后领取奖励，这个攻击力大于哇挂机之后又可以得到这个，卡了，这里人太多了所以卡了。开服活动有个红点建功立业，会让你领取啊，这两个没有，可惜。看你牌子5级了 ，OK， 好的。哇 ，BOSS 积分可以激活了，请先点亮上一个。我好像可以哦，可以点了，点了一个。
积分又不够了 ，boss 积分又不够了。然后野外 boss， 我找找有没有厉害的，这八十级牛魔王，失败，我们去 boss 之家看一看。亏点游戏奖金能怎么放？哎，宝藏怎么还有一个？这里是有希望图127个，刚好抽150次。好，先抽50次，再抽50次，最后再抽50次，然后宝藏仓库，一件使用金丹，然后一件回收装备，没什么好的装备，这个随便弄。我看一下，治愈恶魔，哦，这个人打下，合成马上来，然后这个打下，这种我们都打下，两件，两件六转能和神六转。平时的去冲抢前十榜一了，妄图一来就有大了。一个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了，应该不会说是有人看了我这个直播，然后突然进群想要干我，这种几率很小。但最主要就是说他那个周六周日的时候人比较多，勾选本职业。那你说这里回收的时候忘记勾选了吗？应该回收本职业，一键回收。哦，明白，回收本职业，一起回收，这样子就可以了，又多了好多经验。至于第二层，稍等一下，这个120级 boss 怎么都那么厉害？然后这里我忘记了。这里要打雷炎和火龙，我看一下雷炎和火龙，火龙是在哪儿？幻境通缉三层，雷炎好像还没有，我看一下野外的 boss。 哦，雷炎诸王，他 boss 之家有49分钟，哎，等等，这个等20分钟，我们上个20分钟的闹铃。 Set time for 20 minutes， Set time for 20 minutes， 他这个先等一下吧，我们一会儿来打下这个雷炎。别去，现在打不过的，解服祭品，他即将开始。哎呀，54分钟之后即将开始，现在是5:19，我们马上去打下这个全部劫富济贫。这个1分钟能打过吧？打不过火龙，火龙我搞不过吗？搞不过那就搞不过算了。游戏名字叫什么啊？这里不是可以再抢吗？啊，这个是几秒钟之后可以再抢啊，38秒。好的，火龙现在打不过那就算了，那这个就先等等。然后我们能不能趁乱？这里其实可以找一下这个客服的，发下礼包谢谢。我这微信已经炸了，给你们看一眼，我这微信已经是点，然后有5个人加我。Hello。发一下礼包，这里能在电脑上打字超级爽。这个稍等一下，应该也没有问题，已经放火了。它这个可能是因为技能在刷着，这个变点亮之后它应该会自动释放。狱中不是的，狱中不是的，已经错过狱中了。狱中是6月11号就截止了，我们这是6月13号开的服，狱中没有。天涯月营，这个人有点顶啊，不过他在97级，战力的话，哇，只差350。我这两个人都是天涯海阁，但是我们人多，我们工会人多，哪怕我冲过他们，但我们人多，反正我就是要省着点。这里现在一键拒绝，先让他们去这个分工会。我们是104个人，火药手动的吧？对，活动肯定是手动的。这个劫富济贫马上开始，每日目标劫富济贫5的活跃度。OK， 怪物击杀，我还差6个怪物，火药手动的，火已经点了，这两个状态，现在地上已经有火了，有一团火，技能等待中。神炉看一下，刚刚就是打了一个 boss 就可以激活一个这么个东西。好了， boss 打完了，好，这个值给了1000的积分。好，我们去打一下这个劫富济贫，立即开始。小地图会显示 boss 的实时的位置，哦，就在这儿，我们就在这儿，马上要追上了。我们就是要输出，对不对？输出就可以了，然后打完这 boss 以后我们去做一下这个合成。哇，这个今天热度真的可以。好，就这个妖魔军需官，然后自动战斗就可以了。这里应该是会被打的吧，这火都没放到脚下。我看一下这个活动的说明，赶快阅读一下。将他击杀有机会获得元宝和材料，那就是打他。这个火我慢慢研究。哦，现在开始放一个火，看没？开始放火了。劫富济贫，大哥别打人，打这个 boss。战火，哎，揍了。这个3万的，我们放一个这个盾。我的这个好像差了一丢丢。天涯月影，哎呀，这个就是那个大佬呀，就是那个战士大佬，然后被我秒了，他4万血。直接秒了，不是霸药终结，我人呢？我傻了，自动战斗。哦，妖魔军需官来了，重新设置，我那个火没有了，但是问题不大，他就得要死在我脚下。5 4 3 2 1，丢冰伤，2 1，好，赶快自动战斗，捡一下。哇，100元宝，掉好多100元宝，人多直接冰，好的。我靠，这 boss 死好快，这 boss 只花了3分钟就死了，用冰咆哮。好的，冰咆哮，这里应该打不了人吧？我这里有17个 buff， 哇，那么夸张，那么多 buff， 我倒是研究研究。然后这里，我们继续去打这个 boss， 来红包，抢一个，给了37元宝，劫富济贫已经完成了。之后的话，我看一下我要变强，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寻宝系统，除魔任务，装备回收，我被打了，是的。
我没有要打他们的，这个又没有在开战，活动都结束了，无所谓，翅膀不要金币完材料，我现在就是去打些这个 boss， 无敌如实极佳的，我去看一下，我随便传一个，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幻境攻击三层啊 boss 之家三层啊，直接先去传送 OK， 每次要找他就得要去找这个 boss 之家，对不对？然后迪亚波罗，好，我们揍一下这个 boss， 哎，这 boss 不在了，好，在这儿，他跟你好。好，我们设置一下这个技能，然后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升级，把这个装备升级，八星以上要花钱升级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花钱升级啊、哦，但是今天花钱升级不太好，啊，应该明天再花钱升级。除魔次数买完，经验拉满，除魔次数可以买，刚才这里差了一点点，我看一下，这个是抗拒光环，这个是推别人要用的，然后人多用一下这个冰咆哮，一百蛙我都打过，这个迪亚波罗我能打过的，我之前都打过一次了，然后雷电术。可以放，然后这个雷电术打怪我觉得挺好用的，火墙还是放一个在这儿好了，魔法盾他自己放，然后魔法盾我看一下站后面让 baby 扛，好的，我要让前面这个家伙扛伤害，就是我这里有一个天罡战神，他血量厚但是输出低，用他去扛这个，哦，我的天我的天，来找一下 boss 之家重新打下，你去操作，是的，太迷了，稍等一下，我这个，哎呀呀，我以为能轻松打的，结果这个迪亚波罗还是有点厉害的。他们在打旁边的怪，但是无所谓。哇，要绕一大圈。来，先看一下这个合成，合成必须要出来。六十级装备合成七十级，这个直接合了。然后一起打 boss。现在我们贫富差距比较大，叫别人打 boss 应该也没啥卵用。可能是先升到101级，发10块钱一电二。哦，好，没来看完。是兄弟，要和兄弟一起玩。是的，是的，我现在还没有认识大家，就是之前在群里和大家认识的挺好的。稍微等一下。幻境攻击，这些 boss 全都在这儿。我看这个笔记城，哦，是在这儿，哦，这些 NPC 都在这儿。然后其实这个是可以结婚的，是有月老在这儿的。哇，有那么多可以传送的东西，找个道士帮我读。好的，石霸其实也可以揍一下，100级的石霸，顺便揍一下这个石霸。是兄弟就来砍我 ，OK， 这个比那个游戏感觉应该要好一些。但是这里已经有人打了，这石霸是谁在打？啊，这个是沈清怡，其实可以组个队的，来邀请一下这个玩家。附近的玩家没有，沈清怡申请入队，我已经有一个队伍，我先退一下我这个队伍，怎么样退我的队伍？移交队长，然后解散队伍吧，然后申请入队，好，加入队伍，好，可以和这个家伙打了，一电二盾三激光四冰咆哮，好的，我看到了，一电二盾，有人说刚才有人说盾其实可以放这儿的，我看一下，一电二盾三激光四咆哮，看，哎，不是。一电二盾三激光四咆哮，那这个火球术火球没有啊，三激光还没有，去放火球，然后抗拒要一个的，抗拒打人，那就先用一个这个，其实大家给的经验，哇，这队伍有那么多玩家，1、2、3、4、5，哇，不错，悠悠在的，你不会快捷施法，等一下，这个不会快捷施法啊，我又开始变成一个便宜法师了，快捷施法可以按键这样子的 ，OK， 雷电术，你看我的这个可以自动释放，但是这个雷电术放不了，我的天，不行，这个还是要一个雷电术，对吧？还是要一个这个的，大哥，你倒是释放技能呀，我晕了，我可以去打180的，是的，我其实可以带他们去打180的，我其实很喜欢带他们一起去玩，但是这个法师有毒了，大哥，你自动战斗，他自动战斗为什么？按键打人，一可以按雷电，哦，一可以按雷电，哦，是这样子，啊，不对，按不了。其实我到时候可以设置的，我要把队友打死，不至于吧？雷电关了，雷电自动放。我先把这个打完，然后我再去设计一下这个技能。好，哇，这个共享的这个 boss 积分1920，来，我们去打这个180级的迪亚波罗。雷电用一次就自动丢了。来，我和他们说一下。来，我们去打这个迪亚波罗180级的。这个自动翻译也是罪，我带他们打一下。又没有开始放技能，我醉了。开始了，开始自动放了。啾啾也在旁边。哇，啾啾被打残血了。九宝宝扛人，是的，我们就站远点。他们战士应该是，没啥用。哦，他是道士，金的盒子打不了。慢慢来。雪芙升一级。哇，三升十寻宝。我看一下这位大哥。他多厉害了！哇，这个米可是我们的吗？这米可的话，我给他一个长老吧。我看一下这个工会职位，点地板放火。放火需要点地板吗？
你看这里他这么放的，这 boss 有群体伤害，暂时到时候追着法师砍的，还好我血量怎么掉了，这修罗暂时我先把这个小怪打了，打不过神心是分会的哦，看的是工位魔哦，和平和平，我被踢出来了啊，我被踢出来了吗，附近的队伍再找一下，我怎么被踢出来了，附近没有其他队伍，他这个队伍应该是优先的，我要死了吗，我稍等一下，我这里没有了吗，27的血，稍等一下，我召唤一下那个啥组队模式，它自动就是那样子的，哦进来了，都死了就退队了， OK 明白了，他们都死了，那咱们先等一下，我召唤的那个小怪呢，就扛伤害的那个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好奇怪，队模式也可以换，对的，不好意思，你们都被打死了，我真的很抱歉，不要这个 boss 伤害有那么高，我勉强能扛一下，但是我还是要手动放下这个东西，撑一下血量，工会模式没关系啊，我们肯定不会打工会的人，就是这边队伍也不可能打工会的人，这个迪亚波罗太恐怖了，你们谁告诉我那个助手怎么来的，我的天，我的战士没有死好像，你看我的天光战士没有死，我对不起大家，来来我再试一下，大家都打了三分之一血了，去看一下工会模式把队友都杀了，我们是队友模式，不可以现在不可以攻击其他这个工会的大佬， OK 好，我的这个天光战士在这儿对吧，天光战士是在这儿的，然后开一把火，然后自动战斗， OK 这个天光战神是在这儿扛着的，只要他扛着就 OK 的，我就不会被打，可以了可以了，打个 boss 不容易，刚刚杀了一个小怪，加了83的积分，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被打了，他就是有那什么的金疮药，我看一下这金疮药又没有了，哇这掉了个天尊护腕，这被怪打死了掉落的吗，群体伤害，剩下你看我在这儿，这怪没有打我，但是我还是会掉血，还是要吃一点点血量， boss 群伤的是的，设置回血，是的我要回血啊，稍等一下，生命低于90是自动吃药，对啊这个是自动吃药的，下次我要自动失去药品，我设置一下生命值低于这个20的时候不要吃那个回血石，直接死在这儿，死就死在这儿了，问题不大，法师攻击距离短，但是一个是有群攻，群攻还是很厉害的，打架必备伤的买药啊，对了双生买药，我对了可以随便买到，哎，我再看一下，我这个确实是没有药，这个金疮药已经不断的被消耗完了，用完自动购买，神秘药水是什么，这是5块钱一个啊，这是光彩的无人，这个应该是加一个 buff， 我看一下这个加一个 buff 神秘药水，你看我这已经不断在买这个金疮药了，我看一下我这个光彩毒人，哇我变绿了开心，我这 boss 死的包东西， OK 好的好的，你看我这个在不断的获得这个金疮药，死了掉装备，好的好的，身上装备也会掉吗，那我尽量稳一点，稳一手，稳一手。药是自动买的，是的，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药是不断的有，不断的用。天然血莲是什么？持续恢复生命和魔法，总计恢复300万，总量可以叠加。那这个天然血莲打，哦，我的战神死了。哦，那个 boss 可以出来了，可以去打那个 boss 了。啊，上毒。好，我的战神死了，赶快，战神去扛一下伤害。这个100秒，回城设置。好，还是设置一下。第20的时候直接回，然后金疮药，好，我手动买一些这个金疮药吧，金疮药购买购买，看我这里的这个元宝，对战士有点尴尬的，我们打得太高级了，看我这个金疮药，超级金疮药不断在用，我觉得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他自己买这个药买太慢了，让我来帮你，哈，这游戏是装备鬼是吗，是这样子，好，整理一下这个装备，看一下我这个金疮药，看超级金疮药在这儿，你攻击力药水还有增加物理攻击持续10分钟，吃一个，还有生命长药，生命伤害提升4%，游戏在哪下载，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我现在的生命值啊，只有16000生命值，游戏在哪下载，进群，你们到时候在弹幕发一下这个群的名字，帮帮忙，这个打完之后我们就去打一下那个家伙了，这个就是传奇嘛，传奇他们来越一刀传世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玩法稍微有一点点，是自动买药，但是我觉得他买的太慢了，你知道吗？
啊，这个云豹啊什么全都可以用一下。护盾大，允许就跑开，跟什么一样。好的，允许跑开，让它自动恢复一下。我清楚了，谢谢。啊，就是这个群号。OK， 升级，哇，变成了这个四项的护盾。哇，下次不来打这个 boss， 这个 boss 我之前是打的是 VIP 的 boss，VIP 的迪亚波罗，所以就很爽。哇，这里是群体恢复吗？商店有万年雪霜，我的天！哎呀呀，暴击，不然点了一个下地板。看一下随身商店，这是天然雪莲，应该是吃一次，购买一次，然后吃一回。看一下，我这个 buff 了解一下。宝宝比人强，我这有十八个。王是什么？王者特权。哇，各种 buff， 各种无敌 buff。尊，这个是雪莲，这个是天然雪莲，每一秒恢复一百点生命。哇，恢复三百万，好好给力。道士奶你，哦，好的好的，道士在奶我。上毒。哦，好好的，我放一团火，地上放一团火。大哥放火，放火，放火。哦，点下火，然后点下 boss， 点下。OK， 好的好的。然后这里我要走了，我要去打下这个雷炎蛛王。这个雷炎蛛王应该刷了，刚刷的。好，果然，雷炎蛛王，160级啊，又是160级，我感觉打不过。绑定元宝，我刚商店好像没有看到啊。报销是个好东西，是的，是的，是的。我感觉我要给人转钱去了，给人欠了别人100万，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说，哎，只要进群的人，啊、充10块钱我就给报销10块钱，所以可能有300-400个就要花掉3000，你知道吧？所以今天要发不少钱。嗯，贡献值贡献了1000万。哦，对了，要搞一下的，把这个名字搞一下。看野外 boss 有时间刷新去。好的好的，我们这儿没有特别厉害的吗？老九其实还可以啊，600万贡献。职位调整，长老吧，长老设置成功。这个到时候还是职位看战力，这个基本上没有变。哇，但是这些人怎么都没有贡献值，贡献值是零哎。然后就占位置了吗？我感觉70级以下的可以踢了，升一下。我先不管别的，先踢一下3小时以前的，然后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这个3小时以前的我们就踢一下，80级以下的我们踢一下。哎，就踢这么几个。工会修炼，稍等一下。然后我们升级列表，同意。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接收了，一键通过。工会日志、工会列表、工程站现在还没有。我们这个还没有满员，现在就只有100个人，101个人，真的好爽，100个人。哎，我们现在这个天罡战神扛住了。大哥打呀，点一下火，点一下地板。哦。点火点下地板，我知道了。我的天，大哥继续战斗。我原来火是这样烧的哦，谢谢，我学会了。可以的可以的，望族今天几点下播？要不下播，要不下播我也给你坚持一下。我今天不打算下播，我今天录制就先录制到这里。工会修炼点了没？但是这个血量掉好慢啊。工会修炼我看一下。对的，总算会的。工会修炼用一下用一下。好的好的。这个生命升级一下，一键修炼。工会修炼，工会这个有好多一键修炼。180以下都好打，好的好的，我加50的攻击力，这个工会贡献那么多，我的天，妄图小王子怎么了？火多加加，加熟练度的，好的好的，来再烧一个，大爷再给你烧一个，啊啊，我点成这个石头了，你妹，我点成这个石头了，我靠，竟然点成这个石头了，我靠，这个传送的放置太他妈顶了，我想点到这石头传送走了，我的天，来蛛王。哦，他血量还没有恢复，点一下这个火，点一下这个地板 ，OK， 然后我走远一点，然后自动战斗，好的好的，啊，太优秀了，那么优秀的主播还不点一个关注，是不是？这个争取让我早日上80000这个粉丝，论按键的重要性，这个因为屏幕有点大，我这个4K屏幕上面用鼠标点一下不是那么方便，如果是手机上的话，那个手比较灵活，按键盘到时候我设计一下这个快捷键可以的，哦，这个我觉得这样子设计，哇，啾啾来了，哦，可以啊。这个应该是一边玩游戏一边看直播，左手一个手机，右手一个电脑，应该是这样子。欢迎欢迎，他们也可以蹭一下。他们离开了这个队伍，可以设置键盘，对，可以设置的。然后我今天，我感觉录制就差不多，录制先到这儿。别的我看一下，哎，看一下，我这金号药，我这血量就在不断的掉，然后不断的恢复。来帮我毒的，对，倒是可以毒的。来来，这个火又没有了，哎，他的火又有了。这火都是自己会放的，哇哇，这好爽，带着兄弟去打 BOSS， 好爽。我的天，你们可以去报销的话，你们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小姐姐的，然后挂机设置我其实没有弄清楚，到时候她自己挂机设置一下多少级能加工会，目前是80级，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工会上限是多少人， boss 要带帮里的人一起打，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就在群里说一说，回城随机瞬间这些不会误出，改一个键盘是吧，好的好的，我想想今天充值
其实稍微有一个地方比较遗憾，就是在精彩活动里面有一个猛龙过江，我还有九个主宰券没有复古券，复古券就是你要实际再充值才会给，主宰券就是你消耗钻石就会消耗元宝就会给，我应该再充1000块钱就可以把这九个用了，但是不用也 OK。 公会上线200人，哇，公会上线200人，那随便加呀，哇，大家加起来，大家可以主公会上线好像是200人，还有100个位置。好，我揍下去过子，好，现在感觉可以发钱了。哦，对了，那两个会长，我看一下，就是那两个工会的会长，你们可以找我一下，你们创建工会，我给你们补贴100块钱，这个是我说到做到的事情。好嘞，有人要告诉我，这个到时候再说，为啥不同意呢？现在这啊，这个真的不方便，因为我充值的话我是要找那个人，我要看一下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充10块钱，那个是那个报销的小姐姐是官方派给我的一个人，因为如果我想发钱的话，也不能说是你随便报一个账号我就给你报销，对不对？不能这样子的。客服礼包给你了没？没啊，客服礼包报销的肯定会给一个这个邮件的，直接合帮会。合帮会的话我看一下，合会先等等，先等等，我们可以等明天再合的。如果合会的话，如果说合一个不合另外一个，就不太公平。交易行其实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个含税的话是1块钱一个啊，这些都是挺厉害的装备。找你小姐姐，就是你们可以优先找那小姐姐要，因为我也要去找她，我也会把你们那个微信上面说的那个账号和那个截图给她。好，这里天天雪莲，天天雪莲先等等，两个天天雪莲先不用的，护盾大，然后防御，这个石头我们使用一下，防御11箭镶嵌，啊，这个没有可以高级的镶嵌了，感谢赠送的辣条。我感觉今天打完这 boss 差不多了吧，看一眼这个活动啊。今天问一下大家，今天这个饕餮是吃尽天下的饕餮50分身，分身击杀之后有这个珍宝，对于分身造成最后一次玩家获得500元宝。雪莲吃了可以叠加，雪莲可以叠加的，好的好的好的，问题不大，我现在雪莲不掉的。毒爆骑兵这个就持续20分钟，工会修炼，好的，工会修炼我还没有搞完，这 boss 快死了。好的，雪莲是积累的， OK， 申请列表，每人80级以上自动进来，103元宝，工会资金600万，升级工会，下一个需要1500万资金， OK OK。 工会起伏，工会修炼，来继续修炼，我们还有1200万的这个贡献呢。哎，不是啊，就点错了，等等啊， boss 加了3000，不错不错，然后再来攻击升下级，又加60，一键修炼，这都是100万一次，这个生命内功好像就攻击会加一点这个战力点。然后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打什么，我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打 boss， 但是以外这 boss 怎么看呢？马上闪电4分钟，师霸女巫王黄泉，其实可以打一下这个黄泉教主。我看一下，我还有一个火龙，我看一下这火龙哈，我看一下这火龙应该没有人打，但是应该我也打不过，幻境3层，你们不用打，我又有4个，我直接进去，我看一下，我这个可以直接去打火龙，5万人加入了队伍，直接没有关系啊，问题不大，我多吃几个雪莲是不是就能扛住了？我多吃几个雪莲，我现在83、87，我多吃几个雪莲，来随身商店雪莲多购买几个，然后一起吃一间放入一起吃。好，看一下我，哇，走一走走一走，看我这个天罡战神就是贼肉，我先回点血，把这雪莲回上去啊。不过这个 boss 会不会也回，也在他也在回，看邮件稍等一下。我的雪莲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叠加的，雪莲是每秒恢复100，好像是不叠加，我还是能打动的，我还是能打动这个 boss 的，看雪莲又回上来了，还是有机会打动的，放火，好的好的，放了火，这个火好像真的好像有点厉害，二哈，好的 boss 护符，哎呀，买个召唤令可以召唤，召唤无所谓，我的雪莲哇，别离远一点，我好像中毒了，好像也不能走太远，走太远我这个家伙就走了，这天罡战神就走了，弃我去者是累计不是叠加，哦，累计恢复总量累计，买个召唤令直接召唤人，别，我召唤了公会里的人全都过来送死了，这个他们扛不住的，这游戏打 boss 巨累，好了，我被打到20血以下了，别拉过来送死，那你当会长不能这样当，拉过来全都送死了，我们这个公会我看一下，公会，而且这个是需要召唤那个令牌的，我那个令牌都没有多少，他们更没有那个令牌的。对吧，然后工会这个工会修炼申请列表我看一下都同意，修炼的话我看一下
训练，再去训练，一键训练，加65，再训练，我训练到10，哇，差一点，贡献差了一点点，这贡献怎么刷我也不知道。去 boss 2次，好的，我们去 boss 加2层，是不是？单体攻击送的锤子，没有没有，那个 boss 他就是比较猛的那种，2层传送，哎，他们在打，来来，他们在打，我就和他们一起打一下。又不是群体，看不？这个 boss 是群体伤害的，我吃的不是他单体攻击，是直接群攻。这是手游，沈心怡，好的，这是我们队伍的，装备放仓库就有贡献哦。来来，我要再贡献一下，工会仓库已满，你看，就是如果已满，把这个66件销毁一下，大家又可以捐献了，就是大家都捐献一点。我捐献完，我的攻击力应该可以再升60的战斗力，对不对？工会修炼，好，再修炼一次，哦，满级，这个已经满级了。这个攻击力已经满级了，望仙女成为 VIP， 好屌！我们这个各种 VIP， 各种8L VIP， 吓死他们。然后我们看一下工会，红包可以领，这红包就是每工会还是可以领，这是2.7毛，哎，还是很少。这红包他给的是元宝，不是绑定的那个元宝，所以挺好的。我操，你把二转以下的装备都消费了，没关系，一会儿又全都贡献满了。哦，这 boss 有我在，打得贼快。然后黄泉教主其实可以打一下，我带他们去打一下，啾悠悠再打。来，过去和他们分担一下，是个高手。饕餮盛宴马上要开始了，哇，把饕餮盛宴做完，我们就晚上再见吧。其实晚上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打架活动，就是不停的打 boss 啊，在线4小时。领取一下，我的天，我今天玩的口干舌燥的。来，放一团火，哇，黄金教主刚好最后一点血。哎呀，没有给积分吗？好像不是我们队伍的人拿的。这些装备过几天可以拿出来吃经验啊。哦，这样子，但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高转身装备我们工会成员换不出来。但也不能说直接把高展现的这个装备分解了吧，对吧？来抢人头了，对，来来揍一揍别人，这是有敌人的天罡战神在这儿，砍他们。这是秋幽，看一下有没有人，这是逍遥，来放一把火。好 ，WC 才是王道啊 ，WC 才是王道，这个人名字没有取对，对，我们在杀人，你看到最上面出现这个人，啊，这是打 boss， 逍遥浅浅，总共就120个格子，鱼和兄。鱼虎熊掌能够清德吗？要浅浅一下就没有了。把二转以下的消装备怎么升级？升级不吃转一转二的装备啊，不好意思啊。WC 是厕所，已经没有人了，已经被我们全都杀完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队伍的成员是在哪儿，他们好像都不在。来来，我们玩游戏要考虑会的人，考虑了呀。我们不是把剩下的人都杀了吗？哦，对，我们这个合成还没有合成，我们要合成这个实性的，要再花一些这个元宝。但是我觉得花元宝不是很划算，因为如果花了元宝的话，我们今天是充的不够多，消费已经消费的足够多了。下面技能那个有个飞轮转盘，有人捐装备，这个80级以下的装备他们自己直接吃了呀。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有点会玩了，然后你们可以过来打下这个赤焰恶魔啊，分你们一点这个 boss 积分。神炉我看一下，护符又多了一个这个 boss 雷炎诸王，哇，感谢五玉大佬送的辣条。会里的人要转身装备，转一转二很好有的，我这个已经满了，我这个。为什么要清？之前就有已经清过一次了。为什么要清？就是因为清了之后很快又满了。他熊猫里面有十多个一转，就是一转有很多的。哇，这怎么只给了100多积分？好小气！妄图还有为什么？有，我们去 boss 2层打一打。不止妄图一个人中间，我们现在这次叫的人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些大佬。而且传奇这个东西就是容易出来一个大佬嘛。哎呀，怎么是啊？传奇设置为避免误触，这个我的技能怎么没了呀？好奇怪、啊。哦，这个我知道了。冰咆哮，设置快捷。我先找 boss 凑，哇，200级的 boss， 我试一下。传奇氪金玩家一定要玩战士，感觉这个比那个还牛。哦，饕餮盛宴开始了。我看一下，我不行，我这是血量掉的比较快。来打一下饕餮盛宴，然后我们就走了吧，立即前往。少了个技能魔法盾，就是打这个 boss 的这个分身，赶紧打就 OK 了。然后抢这个最后一击，你玩十几年了，走位，不要参加这个活动啊，还走位，这个是什么？经验单大，他会掉这个经验单的，我们就揍。这是饕餮，我看一下地图上有几个饕餮，哎，也没有几个饕餮，感觉好厉害。然后我们去做一下这个合成吗？合成的话就是会发一下这个元宝，我看一下，这游戏有10年吗？我看一下，我想通了，我们充值充的这个元宝应该就是要多一些的。今天这个元宝可以稍微再花一点，这里只有1000块钱，1300块钱的元宝了。死了一次刷一个，死了一次刷一个，什么鬼？哦，死了一次刷一个啊！你说这个饕餮啊，明白了。
金条，我还给这个金条，然后这个装备是不是可以铸灵了？哇，这里人太多了，我都卡了，铸灵20，好，勉强铸一下，好，铸灵铸完了，我11158，这个战斗力好强，而且这里杀的也好快，这里可以打人吗？如果这里可以打人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哇，感觉没有，屏幕上好多 L1，很多 L1，很多人给力的，开攻杀，攻杀是和大家说一下，攻杀是我们第四天晚上8点钟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这个攻城战，我们攻杀的时候估计府里其他两个工会厉害的人就要加入我们工会这样子。然后这里没有了，饕餮应该还会再有一个这个饕餮吧，走，这里赶快领取这个礼物。哦，又出来一个，哦，那就不断的在打，它这个血量增加了50%，我明白了，就一个一个打。然后我想想，开一技能分开，反正这个技能我设置的好像还不是最好的，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技能的，这个要转7才能来一个冰霜，这个还没有到这个转期，再等等。哇，没目标，哦，终于有这个了，哇，终于有这个了，终于有这个活跃的魂石，我的天，好的好的，但是这个任务没有能拿到，没的，饕餮做完，先走着吃饭去。好的，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会一直播到差不多8点多，我就下线，我到时候自己玩，晚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了。然后明天我们再冲，明天什么时候开播我也不确定，到时候尽可能到群里通知一下大家，保持相见一下。明天早上的这个活动，早上10点钟起来我就自己做一下，技能盘可以转一下。技能盘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说的是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样去操作。放火技能别当反射，好的，好，点完火之后再点一个这个自动战斗就行了。然后攻城战看一下，攻城战是6月16号，6月16号是星期二，晚上8点到9点，二别人就下技能，技能我略微了解一下，然后看一下工程的这个规则。开启当天不可提交本次工程申请。OK， 任意会长申请工程后，所有工会均可参与，所有工会均可参与工程站，需要消耗一个工程号角，然后摧毁雕像之后进入皇宫啊，到时候我们再看，这不急，还有好几天呢。我们现在最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开服的活动里面，感谢五玉大送的东西。开服活动里面这几个称号，我也不能说要定吧，但是他们和我差距很大。你看我的魂石是1000的这个魂石，他们第二名的魂石只有472，我是1000，然后我的珠子是5星的珠子，他们只有4星，然后我这个也是5星，好像是6星。这宝石他们有点厉害，又打了一个 boss 饕餮，先决抵制八什么？先决抵制8点，要求10点，我项链没了，我项链怎么会没有了？这里有项链排行榜吗？没有，翅膀我是5星到6星，我猜我到那天之前肯定是7级，我感觉6级都 hold 不住，这些大佬应该还会再充钱的。我可能因为开服排行榜我们最好拿下，像以前一样，开服排行榜我们基本上都拿下的。然后这里战力其实差了600，对不对？其实还挺厉害的了，激活这个战神，然后建功立业，可惜，我们这个不会，明天应该就可以升到3级，装备的项链好像没有了。好的，到时候再看一下装备，然后消费元宝，哇，我花了5800，他花了4200，他花了3000，沙巴克神法，我的元项链没有了吗？两个都在的，项链在的，吊坠也是没有的，吊坠一直是没有。第一拿的是唯一称号，那是的，神兵礼包啊，神兵礼包还不快放在这里面，哇，我多了一个这个神兵，不错，多了一个神兵，大哥，我都点不动了，这个太卡了，我都点不动了，存放，称号很重要，是的，肯定很重要，那个排名第一的奖励啊，卡的。第一时间没看到，这个一键放走这个无所谓的，我们再整理一下。雪服，这20个雪服为什么不用？最好教人教一下这游戏怎么玩。我觉得很多人，大家发弹幕其实已经一直在教我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哇，这雪服会给好多，我发现。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慢慢探索，其实也是一种乐趣，不要剥夺我的乐趣，好不好？这卷轴也有很多，攻击力还有15个，法身还有这个4倍经验，我的天，打怪后持续8小时，这个4倍好给力，这个游戏好卡。然后我再看一下别的，这游戏主要人太多了。我看一下这儿，其实可以限制一下这个人数，但游戏是图个热闹，对不对？游戏优化，屏蔽人物翅膀，屏蔽影子，哇，都屏蔽了，屏蔽特技主界面，哇，屏蔽幻灵套装效果，这个更屏蔽。这里能屏蔽能选择一下人数吗？看着这个气就很旺，是不是？想观看体验好一点，应该找人教一下，是倒是，但是慢慢的就好了呀。我们要毕竟要玩很长时间的。霸耀凌渊，如有神助，获得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最后一击，很爽的。然后这个已经变成3300万血量了，这太夸张了。我感觉这里我们今天就先录制到这里。